道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山地里面还有鸟，我看到吗？这是我们今天要住的饭店 ，Meet Hotel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Adam与阿敏》。今天我们也要出发来去泰国啦。那在等班机的同时，也跟各位观众说一下，这次泰国的影片会分成很多集。那泰国的影片呢，可能会将结尾断在比较突然的地方。那这边呢，也要请各位观众见谅。好了，现在我们降落了，咱们泰国见。泰国就是一个很 colorful 的国家。夏天不就是很彩色？对啊，非常的彩色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泰国的灯塔咖啡厅，然后这家咖啡厅呢是位在泰国少有的小山丘上面，因为泰国都是平地。那这家咖啡厅很漂亮，非常适合拍照。看前面就有人在拍照了。问啊，你知道会？对了，我们会把那个影片的资讯内容连结都放在下面的说明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。这边有卖一些蛋糕啊、饼干啊、水啊。没有啊，只是拍一下而已。顺不顺？这边有海滩呢，好像行程都没有看到完成。嗯，对啊。我们现在在帕塔亚。帕塔亚，这是帕塔亚吗？还没到。他说中间先来一个。这是灯塔咖啡馆。哦，对。在海边。说唯一的一个小山丘，可以看到海。小山丘啊，就是稍微有点高度。这边是真的很漂亮，非常适合拍照，超美。大家看一下这边。这边是适合来拍个照、喝个咖啡。对。就这样。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大家都在里面拍。那是另外一家店。那我们也来拍个照吧。这边的装潢让人家感觉很舒服，坐在这边喝咖啡是还蛮享受的，但是真的是有够热，室外真的是非常热。然后你看这边就非常的舒服啊。这边喝完咖啡，接下来我们要去吃buffet晚餐了。吃晚餐呢？晚餐，一整天都在吃。说是泰国当地的，就是吃饭店的一些品牌，然后吃住都很不错。它的那个饭店的样子很漂亮。等一下就在这边吃buffet。对。已经闻到烤肉的香气。那是烤虾。对，烤虾。今天蛋白质真的会破表。是来泰国应该是要补充水果，对不对？哇，这很漂亮。这现场看就是很原始的那种设计，很特别。你在这边吗？坐下来，坐下来。它餐厅弄得很漂亮。好，来，现在看一下吧。哈密瓜，我最爱的哈密瓜面包。
台湾的凤梨看起来比较讨喜，这应该是真的吧？这真的，我也好，没事，误会，红毛丹哦，西瓜不知道有没有台湾的好吃。怎样？没有，先逛一圈。哦。好，上厕所。蔬菜甜不辣，这很像画质的东西，泰文看不懂。然后这个也有看过，但是忘记。有点像那个叫什么章鱼小丸子，但是它是椰子味。真的好吃耶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在哪边拿的？我形容的好不好？像不像章鱼小丸子？口感很像章鱼小丸子。对，但是它有浓浓的椰子香。椰奶香。嗯，对，有椰奶香。奇怪的海鲜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来，你就吃吃看、啊。这包什么奇怪的海鲜？好难形容的口感，它有点像，比较像花枝那一类的口感。花枝哦。嗯，花枝的那种口感。我觉得比较像长条形的蛤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海蜇皮吗？不是，有点像是那种小龟虾条，可是我觉得很像小龟虾条，嗯，很好吃哦。很好吃的，是好吃的吧？嗯、好吃，它很像龟虾条，但是它那个它是很薄，很薄呀，对。对啊，很薄哎。味道很棒，就是有点甜甜咸咸的，然后好像有点那种虾酱的感觉。小只的泰国虾，嗯，跟台湾吃到的泰国虾味道不太一样。这边泰国虾不知道为什么很小一只，沾酱来吃哦。沾酱就很对味了。餐厅里面还有鸟，有看到吗？也太特别了吧！有麻雀，应该没有鸟窝吧？我第一次看到餐厅里面有麻雀在里面飞来飞去，太妙！这边都冷盘，这是。扇贝唇吗？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蛋菜。蛋菜。沙沙酱。泰国他们都有各式的酱料。一口寿司。就这个啊。是啦。很好吃哎。很好吃。看一下它制作方式。就是这样子做的，超好吃的，很棒的甜点。我觉得它是咸甜都好吃。咸甜都好吃。这是各式的沙拉。现场制作。真的是又酸又甜又辣。青木瓜是超级重口味，又酸又甜又辣。龙虾浓汤，喝不出来。它是不是只有用那个龙虾口里面那个膏，一定没有肉，喝不太出来。对，等一下试试看这个。看有没有比台湾的好吃？好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因为台湾有时候我买一盒回来之后，也是它上面会有写什么南非大白虾还是什么？你要先吃原味。嗯，好，蛮甜啦，肉很扎实。
肉很扎实哦。你觉得比那个刚刚的很好？好吃，比烤的好吃。对啊，泰国虾太小只了。哦，三个酱。嗯，甜，对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香蕉泡在椰奶里。香蕉泡在椰奶里。对。先吃一口。我吃吗？对。你吃吧。是什么表情？为什么咸咸又甜甜的？好奇怪哦，对吧？椰奶甜，可是香蕉是咸的呢。椰奶是甜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但是香蕉是咸的。你再吃一口香蕉，整个莫名其妙。香蕉，来拍一下。它这是香蕉吗？香蕉，它上面吃起来是松松的，然后有点扎实。他写 banana， 不然他就说，我觉得他可能是还没有完全熟的香蕉，它是咸的，比较硬。这是不是有腌过？不是，你是咸的香蕉啊。但是蛮特别的啊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很奇怪的口感，好不好？真的蛮特别的。就是这个，看一下是什么 ，banana， coconut。各式甜点。哦，这是摩摩擦擦吗？这是泰式那个摩摩擦擦。哇，甜点看起来都很好吃哎，那个巧克力上面还放草莓、蓝莓，然后布朗尼、奇异果、咖啡、热巧克力。哎，第一次吃红毛丹。如何？它跟荔枝很像，很像啊，连长就长得很像，只是多了毛啊。对啊，可是荔枝比较甜。荔枝比较甜。对啊，可是它口感跟荔枝很像。这上面是香草奶油酱，它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苹果派，有点像苹果派。吃吃看。很好吃哎。吃完了，好，刚刚口误啦，反正这一家就是自助餐吧，然后刚刚有问到是一个人大概是900块泰铢，大人，餐点的话算是中规中矩啦，然后蛮多，我觉得最好吃有特色是我喜欢吃那个椰子布丁，哦，那好好吃哦，对，我吃了好几个，非常好吃，然后。它海鲜也都不错，海鲜也，而且它海鲜也好几样，是我在台湾没吃过的。哦，对，那个长长的，刚刚讲的有点像，对，很像蛤蟆的长条形蛤蟆，对，就是海，对，一个。那没吃过，那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，可能曾经有看过，但是我没吃过。台湾有这种东西吗？有，我有看过，哦，对，但是没吃过。蛮有印象点，就是刚刚讲那个椰子布丁。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很奇怪的莫名其妙的甜点，那个椰奶里面放香蕉，可是它香蕉是咸的哦，很就是椰奶是甜甜的，然后吃到的那个香蕉是咸的，对，还蛮特别的。海鲜的话也都是虽然都是蛮特别的，但是因为在台湾实在是吃了很多海鲜，对，他有的人在台湾没吃过海鲜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应该不可能，台湾海鲜很多。哦，好啊，那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等一下去我们下榻的饭店来开箱，来开箱一下。对，听说它性价比非常好，一个晚上只要2-3千块。两三千块哦，帕塔亚蛋黄中心的蛋黄，是不是？蛋黄区，对。好，待会来看看我们的房间长什么样吧。好，那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你的小铃铛哦。我们会介绍更多吃喝玩乐的地方。好，奇奇怪怪的东西不一定找得到。老大说，大众的品牌应该基本上都有。好，今天终于会在这边逛街。
这是我们今天要住的饭店 Meet Hotel， 在 Pattaya 算是很新的饭店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刚按摩完了，现在头发非常的乱，但是我们来开箱这家饭店。开箱了，妆都花了，然后头都是油。妆都花了，我帮他发声，他讲不出声音了。看一下。618，来介绍一下。没有想象中的大，就小小一个。小小一个。对啊，我觉得小小一个哎。就这样。保险睡衣。保险箱。保险箱。这样，是滑母。对。但是没有浴缸。结果我好像没带我的化妆机。这个镜子 OK 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好。这个是身体乳。好棒啊！哎，觉得它是有副牙刷啊。有啊，手工机。看是哪一种。我们的可能还会比较厉害，化妆镜是吗？哦，好像是哦，哦，超级大，好惊人。厕所长这样，这是冰箱，两瓶矿泉水，设计算是比较新颖的、时尚一点的饭店。来看一下阳台，哦，从这边啊，阳台这可以出去吗？哦。可以，你可以出去，你出去没用，外面看得到，关起来。这边就茶包、咖啡包，还有个冰桶。开箱完毕了。就普通的饭店。对。就是很新，但是也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。它好像还有游泳池跟就是健身房。应该有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行程真的用不到，好烦哦、喔。对、啊，明天可能用得到了。如果说没有去逛街的话，你说没有逛街？对啊，如果没有逛街的话是用不到。哦。嗯。哎，开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下去饭店楼下，走一圈。走一圈，走不用走一圈，走一圈会很大一圈，稍微走一下。好。哦。这附近是有夜店是不是？旁边有酒吧。对啊。哦。酒吧那边。哦。这风很像垦丁的风。好像垦丁的风。因为海边就这种那种咸咸的味道啊。对啊，然后有一点海风又黏黏的。我们来看看这条街上有什么店，有什么特别的店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没错。饭店走100公尺出巷口，对面就是海滩。矿泉水，14块，有够便宜的。后来泰国要吃这个燕窝，92块一瓶，本地。哎。发现了一家店，在台湾不行的店，对，看一下哦，这是干嘛？这干嘛？这有吗？他没有蛋糕啊？有，啊？只有他只有卖烟草。哦。他可以是小卷烟。不知道。啊，英文 OK 吗？他是美甲，蛋糕吗？蛋糕。I've got me cookie. Cookie， 这是饼干呢。啊，蛋糕是这个啦，布朗尼啊，是不是？应该是。那、啊、下面这是什么？袜仔。哦，它是 CBD。
是 GPT 私人睡觉了。对，应该是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？买随便的。买什么？蛋糕吃不下去。那你就 cookie 啊。帅哥，飞机了有。你布朗想要吗？布朗，你可要可不要啊？CBD 多少钱？100。CBD 先 CBD。你觉得要吗？CBD 软糖，好啊，拿个 CBD 软糖。Sleep and feed it。哦，我觉得拿一个 Energy， 明天早上起来吃。Happy。觉得怎么样？明天早上吃。他这个呀。对啊。好，好 ，OK OK。结果轻而易举就可以买到。买了软糖。软糖。吃了会有 Energy。啊，跳16吨。对，这个是治疗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这个比较多？是要睡觉的。这3块。不知道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车车小心一点。好。然后饼干。饼干？对，饼干，它还有什么特别上面？像这样标示好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不错哎、欸。好。OK， 好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去要洗洗睡了。明天很早起。明天很早就要起床。然后我们刚买的那些东西呢？它就是在这边是合法的东西。对，在这边是合法的，就没差。回台湾就不能这样了。对。那我们明天早餐看饭店早餐如何？对。好。聊聊。先这样，晚安。晚安。